佛学名相殊胜啊，啊，名义道德，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总名号啊，啊，我们讲佛法的这个名词术语，这是总名号，所有一切诸佛名号从这里流出来的。所有一切菩萨名号也从这个里头流出来的，所有一切众生名号还是没有离开他。这《华严经》上说的啊，我们在《如来名号品》里面读过的啊，所以借以支持名号为正行啊，净土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怎么修呢？啊，正行正式的修行就是念佛佛法，要破执着，而这个法门还就用执着，就是执着名号，除了名号之外，其他所有执着都放下，不再执着了，就是执着这个名号啊，保持这个名号，念念不失叫持啊，啊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那就是持。记住，阿弥陀佛无量智无量觉。